今日你见陛下，求他把你调到中卫军。我听卓英说，宫中缺人手，我就求陛下把我调回来，负责宫中戍卫。此事就当没发生过，明日早上跟汤前字回黄泉关。我不回去。黄泉关不是你说回去就回去，不回去就不回去的地方。只是暂调。我说的话都不听是吗？师父希望我在黄泉关待多久？ 或者说，师父希望我躲在那个地方多久？一年还是十年？还是等顾城市的风头过去？师父是希望我躲在那里一辈子吗？此事与你无关。你待在天启城也好，黄泉关也好，都不会有任何的改变。所以在你看来，我在不在你身边，对你来说都一样。是，对我来说不一样。我要待在你身边。 证明你的清白。我的事情不需要你插手。那我偏要插手呢。不要因为平日我对你宽和，就如此的任性。宽和，你我之间的种种，只是这样吗？是。 之前你千里迢迢奔袭来揽子成救我，我重伤了，你不顾男女之防给我喂药，我喜欢吃桂花糖，你不远万里送到关外来给我，我思乡，你就陪我回家见我娘，我掉下了海，你就跟着跳下去，所有的这些，都是师徒的情分。那你为何亲我？ 心里离得很近了，没想到是我自己自作多情了，我以后不会这样了。